成都大运会开幕在即，运动风暴席卷成都，选手们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传统武术太极剑出场了，接、画、点，一招一式，年纪轻轻，功力不浅。棍法讲究刚柔并济，看似蜻蜓点水，实则力拔千钧。中国武术博大精深，高手在民间。十八般武艺在菜市场里上演起巅峰对决，不同品种，不同刀具刀法，样样精通。接下来我们将镜头对准篮球赛场，传球，队员稳稳接住了球，带球突破，变向非常漂亮，跳投，他出手了，球不会进吗？漂亮，球进了。老板，加村儿三个都来。哇哦哇哦！咋子去了？跑了一圈。击剑比赛动作优雅，选手就位。出剑，调整剑线。刺挑劈，漂亮，一击命中。老板，来个光棍。好嘞。体操项目卧虎藏龙，各路选手备受瞩目。稳稳落地，跳水比赛开始了，毛肚排在第一个，转身入水，腾空高度有些，正好正好，好儿鱼入水了，不愧是种子选手，几乎没有水花。豆腐皮空中翻腾三周半，难度系数3.0，入水难度大，漂亮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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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跑！田径比赛在熊猫基地拉开帷幕。没有人能抵挡滚滚们的召唤，这场运动盛宴才刚刚开始，好戏更在后头。